八戒大哥黄立成所创办的公司举办春酒，请到400多位宝乳辣妹站台，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。不过这万红丛中出现两位大帅哥，就是好兄弟陈柏霖跟柯震东。快闪不受访，真的让人很傻眼。不过两人穿着兄弟装低调现身，看来是想在里面好好嗨一下了。但独缺昔日一起跑趴的好兄弟房祖名。对啊，今天非常开心啊，我邀请他们啊，都看着电话 in the job， 哎，接不了的过后我会来啊，然后就很傻的啊，对啊。虽然他们两个都非常忙，我很感谢他们可以拍戏中间什么的都还可以来到我们的春酒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大哥人缘真的超好。之前在911演唱会当表演嘉宾，受到好评，粉丝都一直期待你们复出。哎，我们夏天啊，不是夏天开个演唱会吧？在预备中。哦，这是你说的哦，那我们就期待喽。Yeah!